我现在人在星光三月的 A815， 然后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后面是什么吧？今天是7月15号，然后是我们醒悟的 A8 快闪店开柜的第一天，然后外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了，很早就有人来排，我们还没装潢好的时候就有人来排了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带你们逛一下？好，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一个拱门的设计，然后旁边有一些植物，就有点像来到了欧洲的植物园。对，然后就是夏天就给人一种很清爽的感觉。那我们就是我们装潢其实是都有细节的，像我们地板就是跟旁边地板不一样，我们就是弄了假的磨石子地板，就现在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装潢元素。然后这边呢有我们的四大元素淡香水，它里面是100%的天然香水，天然的原料做成的，所以呢你们想要来现场试喷的欢迎你们，就是我们之前在台南快闪活动的时候超多人在试喷的，里面有几个就是比较神奇的精油配方，就精油的能量来讲它是招财跟招桃花的，所以我今天也喷了很满满的。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璀璨奇迹清透下，就是让你的皮肤在夏天里面发光发亮，不只要白还要光芒四射。对，他们认真讲，因为我怕就是昂跟昂的不清楚。然后这边呢就是现场可以试用的一些展示的柜台，对，然后这是结账柜台，结账柜台其实也有设计上的小巧思，就是这是可以给你放包包的，之前去某个精品专柜发现有这个设计，所以我就直接加进去了。对，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仓库，对，因为仓库就这么小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带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组合都是限量的，都限量的，就是你们把握机会。然后现在星光三月还有卡厉害满3000送300的活动，就是非常的惊人。反正今天我的小帮手会帮我记录一下我今天都在做些什么事。我现在来到后面的小仓库，那虽然很小，小归小，但是我们还是排得蛮整齐的，因为我们就是期望这一次结账流程可以很顺畅。对，因为之前可能经验比较不足，所以就没有很顺畅。对，但是就是这个小空间还不错，我可以进来休息。今天的任务不是卖东西，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解忧纯金大师，所以假如你刚好有看到这支快剪影片，然后呢你又刚好路过这边，你就可以来找我试闻看看解忧纯金，但是现场没有卖啊，我就是要去官网买。来现场买有一个好处是，哦，我们这次的优惠就是搭配卡厉害的话是超越白金 VIP 的优惠，所以你来现场消费，你可以累积会员额度，哎，对，就还不错，对，所以就是，假如你看了这支影片，你还没有用过 Evahan 醒悟的产品的话，可以来现场。我在帮客人喷玫瑰奇露，因为玫瑰奇露它就是有一点降火气的效果，所以就是而且它喷起来会凉凉的。在 A8B2 的冰淇淋店，然后这个是来自台南的真材实料的冰淇淋。我们要在台北吃节目？没有。我刚才吃完两颗，然后这个是6月30的冰淇淋，它全部都是真的食物，就是香料，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，而且还是用那个台南很好喝的五山鲜奶。然后我刚才就灵机一动，因为他们这次推出了这个分享派对迷你冰淇淋，然后想说哦楼上，因为我们这次比较要求服务品质，我们要让客人不是只是说哦你是买东西，买东西你只想买东西我们线上卖就好了，我们是让想让人进来进柜体验享受我们的服务，所以我们就是有控管人流，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卡在门口等里面人消费完再进去，说来个惊喜，所以就是想说等一下请我要上去发冰淇淋。然后我跟人说你们来这家店呢必吃的是口味，我儿子超爱的，然后还有那个开心果口味。
早上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对，然后今天其实这影片主要是分享我平常都在干些什么事。那今天因为比较特别，所以就来记录一下。不过有可能我等一下还是会回去站柜，因为我儿子他很期待要去吃冰淇淋。妈妈带我们来店里哦，这是妈妈的店。